美股连日的下跌拖累了全球股市走弱，东亚的投资人现在开始担心端午变盘今年恐怕就要应验了。但是美股的投资人其实没在怕，在 Fear of Missing Out 简称 FOMO 害怕错失大多头行情的恐惧心理驱使之下，投资人是大举的加码美股的选择权多单。他们尤其瞄准了当红的 AI 概念股，包括了辉达、超微还有英特尔这三档个股，六月份的买权日均量比今年初成长了超过一倍，来到了130万口以上，已经超越2021年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的水准，即将要写下单月的新高。而美股整体也是一样的状况，追踪标普500指数的买权日均量六月也即将改写新高，就连一些今年一路唱空的华尔街分析师最近也开始改口做多。